这句对不起有什么特殊成分，是你过意不去还是气质有分，你还是爱上别人，尽管我回避承认，可怎么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再学不会像理性及时止损，想象也一瞬，亲手送你给别人。我反复的自问，放不下你我确认，热恋到失恋都是一个过程。你是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，一触碰它就疼，弄得满是伤痕，我将握不好分寸，越思念就越疼，却偏偏为难自己继续沉沦。我在你心里充当不重要的部分，一切人身份只是我那些爱恨，我被遗憾瞄准，我们永远不能成为我们。越思念就越疼，却偏偏。